回来了，我们就只拿黑果就好了，其他不重要。来吃一点肉啊，我们的那个好像快没了啊，大腿肉这边有，没关系。接下来呢，黑果腐肉，我们其实腐肉待会再去找那个搁浅的鱼砍就有了。感谢你的腐肉哦，这就是回归大自然的概念啊，回归大自然啊。好，我们又拿200多块腐肉了，腐肉再分给他们好像也没得做了，而、啊、黑果就是那样子啊。对啊，管他的，我看一下十字弓的部分好了。我们雷龙一直在我们旁边撒野啊，好，我们的这个工作台面一点东西也没有啊。金属镐、金属斧、金属矛，这里学一下，其他暂时不理他，这两个先出。远程的话，先我要25啊，可以。金属钉要7个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再去采。好，我们这两件可以丢掉啦，把它丢了。来，去采一下金属啊，继续烧。我们要找那种落在地上的那种石块，好像是这个。这种比较容易产金属啊，不知道为什么啊，这应该是瓦尔盖罗特有的产物吧。其他地图好像没有这些产物的样子、欸。是的，好，就一把就好了啦，没办法，我们现在也只能做一把，然后再做100支箭矢。OK， 把它放在这里。然后一般的短弓就拿来装那个一般箭矢好了，省着用啊。好啦，我们这个雷龙应该可以抓了吧？我们这边全部都设定为被动哦。咱们准备来抓雷龙了，65支麻醉箭到底行不行呢？啊，老头要使用备份大法了，好久不见的备份大法，我想一下，有点忘了。好啦，存档完毕了，不过我们好像有点飞太高嘞。我在想，如果我们这样子远远的射他，他会不会攻击我们的建筑物啊？反过来攻击我们这样子，不晓得。来，麻醉箭先出来100支，应该稳稳啦。他开始在霸凌我们家的建筑。雷为什么要这样子嘞？啊，你这样很不优啊！没关系，我们就先来开设一下啊，等级5啊，有中了，好，他非常的生气过来了，我看来我需要飞高一点了，这个他应该是弄不到我吧？好像。其实这种高度就可以了、欸。嗨，你好，想干嘛？是不是打不到我，很生气气？我超生气的，你为什么那么气 ？Oh my god！ 哦，吓死人了。哦，我怕。你的头不要晃来晃去好吗？这样子我很难瞄准你啊！我靠，你的行为越来越让人感觉可怕，你知道吗？干，你老师要上来了。不要，不要！我突然觉得有点害怕，我想要走远一点，可不可以？林北决定这个地方了。Nope。Oh my god！ 我死定了。哦不！嘎！靠！为什么我掉下去啊？我跟你讲，我这是没有在做效果的啊。一定会说老头，你又在做效果了，才没有好不好？我很认真的，妈的，没关系啦，啊，我们还是有机会驯服成功的。不过他应该还不会那么快推麻醉吧？对啦，好，我就决定在这里，我再也不要乱动了，乱动实在是太危险了。好，啊，刚刚是不是打得很爽？啊，刚是不是打得很爽？啊！你在打、啊？哎、欸，不要去水里啊！
完蛋了，这个在水里其实不太妙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死定了！我真的没在跟你开玩笑，这个真的死定了，他会溺死。靠北，我的雷龙哥就这样没了，不行不行，我要在他溺死之前把他驯服起来。拜托你行行好，你这个氧气啊，我要让他快点肚子饿，给他吃白色果实啊。这珍珠啊，白色果实在哪里？快点喂他吃白果，让他喷食。我们白果在三角龙身上啊，你为什么要想不开嘞？你好好的一个龙身可以过，你为什么要想不开？哦 God！ 啊，我的雷龙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啊，还有没有雷龙？只是我可能要跑更远，是不是？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笑想雷龙好了，因为我突然意识到，就算我们有了雷龙，它的移动速度还是慢到一个炸天。要把它带回来也是一大工程啊，因为我们现在还没办法做传送门，你知道吗？要把它带回来实在是太累了。我看我们还是雷龙之后再说好了，好不好？只能说再见的雷龙哥啊，愿你往后投胎的人生可以过得更好。我们还是算了，不过我们雷龙哥呢，哦，还是有丰富的蛋白质的，所以说呢，我们来挖一下他的肉。哦，哇，居然被鱼群吃光了！哎，靠，被谁打我？我靠，福分！哦，算了，不想跟他打。不要啊，不要欺负我啊！妈的，好不？好吧，既然我们的雷龙肉无法取得，我们来抓一下新尾兽好了。我们家附近这边啊，看到了，我们家附近这边有一只新尾兽。他是我们的采矿小能手。好，我们石头不够就靠他了。来，这个高低差应该是可以很轻松的就抓到他了。好，要掉下来。我真的觉得我应该要做钩爪。我先看一下钩爪要多少材料。其实这个模组要50等才能学。我们还差6等。我们可以升到62了。太棒了，全部点血。这个点到200好了，啊，都点到200。我们现在几等了？哦，52了。抱歉，我怎么刚刚讲62？老头的算术变烂了。我们可以学无限钩爪了，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非常的需要啊。来看一下，金属锭、石剑、纤维跟这个茅草，金属锭要9个。待会再学好了。我们先抓一下它，先抓一下我们的新尾兽。哦，那这一只的话，可能要驯服比较久一段的时间哦。射它的尾巴，啊，射它尾巴也并没有加比较多啊。我们这样74只，应该是够抓，好吧？赶快把它抓到手啊！有了，差不多了。耶、yeah, 啊！那剑是捡得回来吗？麻醉剑变成实剑了。好，我要吃果实啦。我们这边的果实啊，没有蓝色果实，蓝色果实应该 OK 啊。我稍微等待一下。哇，这一只的颜色还蛮好看的嘛，我还蛮喜欢它这种灰黑色的表面。哦，还有光泽哎、欸，看起来真的还蛮美的、欸。老实说。就感觉好像是石头的纹路的那种感觉，这只颜色还蛮赞的。一个是麻醉，一个是无限钩爪。对哈，我们应该做一只铁长矛才对啊。铁长矛需要10个，哎呀，烧完了吗？这个烧完了，没关系。先灭一下火。OK， 哇，来吧，811个石头，不愁吃不愁穿了。
可是这样敲，他就只会给石头。我们要怎么想办法敲出少量的金属啊？不会产出少量的金属，好吧？好啦，我们这样敲了2700多个哦，实在是有够多的。好吧，那么今天先到这啦。如果喜欢影片呢，左下角订阅，右下角喜欢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方舟生存，又要再见了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